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奥切尔。今天我在这边搭个蒙古包，然后一冬天就在这边住下了。然后天气也特别冷，还有两个小时太阳就要下山了。如果太阳下山之前我搭不完的话，晚上就没地方住了。现在是外面套了一层，就是保暖的作用，在外面还要用毡子再包一层。